2023年中学文凭试放榜，今届的四名状元当中，来自传统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的蓝仲云考获7科5星星的成绩，数学科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，成为超级状元，将会去到英国剑桥大学修读自然科学。他曾经入选港队，在今年的7月参加第53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，港队共夺得一面金牌、三面银牌和一面铜牌。他提到自己放榜收到成绩的一刻十分惊喜，因为家人说他不会拿到这么好的成绩，所以对自己没什么期望。不过有消息说，男同学并非家中的首名状元，他的哥哥蓝正云原来是2018年的 DSE 状元，当年曾经接受本报的访问，说希望为社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弱势社群发声。他其后入读香港大学的法律系，南加可谓一门相结。